STALTY 是什么意思 ？STALTY 闲什么意思啊？有人讲话太俗了。啊？他说要是没有爆料的话，你们什么都不是，这边太酸了。哦。Avanti, conquistiamo l'obiettivo! Non è che mi abbia fatto un po' di tempo, ma mi abbia fatto un po' di tempo. Ehi, mi abbia fatto un po' di tempo. Voglio munizioni! Conquistiamo l'obiettivo! Lancio una bomba a mano! Gan, non ho C4 了。捡这边，谢了。在丢，他有一个残血在楼梯呢。没办法，信号弹中断了。Avanti, conquistiamo l'obiettivo! Difendiamo l'obiettivo! Dobbiamo conquistare l'obiettivo! L'obiettivo non deve cadere, difendiamolo!干那边。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Objective Charlie. 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因为它没了，就地上。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没了，看。没了，我在一楼，算了，不死了，好可惜啊！他们全部躲在楼梯底下。楼梯底下还有一个，是啊，不错不错。到处都是烟。我就不了。啊！哇 ，B 点很多人吗？看到了。超多。来了。我们出去拉点。信号弹在补啊！信号弹，我死了，死了！我等下重生，我再逼。找到了，哦，爽啊！
上去了是不是？楼上有人。把我们杀死！这个火是怎样？他们的信号弹吗？我已经被杀了。他们也丢信号弹了。Noi difenderemo l'obiettivo. We control all objectives.他们现在很气耶，也想用 C4 来报仇。你拿着 C4 走上楼梯，我也是醉了。信号弹。有人靠近 B 咯。这就是会看小地图跟不会看的区别。小包的再来啊！没补到十个。小包的都送钱，都丢了。信号弹 ，nice。哦，我死了，炸了吗？不好意思，我又在刷人头了。我被吓死了，他们在复仇了。好，我被吓死了四次了。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没办法，他们被我炸到歪掉了。被你玩坏了。真的。
下对。能归烟呢？我们跑到楼上。哈哈，他终于炸到我了。有人在二楼，一点二楼。哇，这一局我就没开过枪，一直打的信号弹。那个我出门玩了，谁要进小队？好、哦，我在排队。啊、没事，我出去了，你们谁加吧，看谁看手速了。选小地图的 OP， 我忘记。什么 SML 才对。Mini Map 没，那名字前面四个字。也对。被我炸成狗了，他们。好，肖战后来已经生气到拿着 C4 冲上来，就算遇到我也是拿着 C4 想抢炸我。真的，刚刚那一局我被炸死了。